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per Lemon 超级柠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《凹凸世界》的中国动漫呢？咁呢个《凹凸世界》亦都有推出一啲嘅游戏。咁最近中国版嘅 Roblox 罗布洛斯就公布将会同呢个《凹凸世界》做一个联名活动。咁喺今集嘅影片，我会主要为大家介绍下即将会推出嘅活动物品。咁喺开始之前，唔好唔记得订阅以及按赞。系咁，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啦。